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，讨论事项第一案《劳动基准法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，请宣读。一、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，行政院函请审议《劳动基准法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之审查报告，请宣读。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10月5日、11月14日及11月17日分别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。会议由陈肇喜委员应担任主席，劳动部部长郭芳玉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，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，旋即对法案进行逐条审查及缜密讨论，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，将全案审查完竣，另通过附带决议5项。原经决议，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，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，需交由党团协商。院会讨论本案时，由陈肇喜委员应补充说明。宣读完毕。请召集委员陈颖委员补充说明。好，没有说明。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，需交由党团协商。那么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吴委员、志扬等16人拟具《劳动基准法》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，本案经第二会期第7次会议决议，交党团进行协商，原以本次会议合并进行讨论。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处理，现在进行广泛讨论。请各位委员如要登记广泛讨论，请到我们的议事处来登记。首先我们请李委员冯军发言，发言时间3分钟。主席还有各位同仁，新民党团针对劳基法做以下的表述。依据今年年初我们整理这个上市上柜的营收显示，长期趋势是逐年上升。2015年的营收达到30.8兆元，那该年度的前三季的纯益就高达1.44兆，这个也就是说是逐年的成长。但是台湾的劳工却处在于长工时、低薪资、过劳的这个环境，而企业违反了这个劳基法的情况，那从违法超时工作、违法解雇，然后未付加班费，然后劳保高低薪报等不一而足，即便主管机关均年年开罚，可是年年有违法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多数劳工目前的处境。所以另依据主计处最近完成的104年的 GDP 分配的一个数据，分配给劳工的比例降至43.97%，这是历年来的第三低。而我国这项的指标在民国78年到84年都在50%以上，那以后呢是逐年的下降，94年降至45.42%，104年降至43.97%。而近20年的 GDP 分配给劳工的比率是降低的，而分配给企业的大股东的营业盈余是增加的。那整个营业盈余占 GDP 的比例，在民国70年到85年，大约在30%上下。那此后逐渐的升高，至去年甚至35.08%，这是创下这11年来的最高。所以，我们的受雇人员的占酬的 GDP 的比例的升高，代表这个社会的分配趋势均等，如果降低的话，就代表分配的越来越不公平。因此，对于如何来促进劳工的权益，我们亲民党的立场如下：第一，我们支持缩短法定的工时，重视劳工过劳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
最我们的这个劳工的平均的工时，其实长期排名在全世界都是排名在第四，哦，所以不是用钱来解决劳工过劳的问题，而是应该透过修法来有效的降低工时。第二，我们是支持劳工全面的周休二日尽快的实施。公部门的周休二日从民国90年就开始实施了，公司部门劳动权益的失衡亟待改善，所以我们在法令上、政策上，其实台湾的劳工的过时的现象应该要有降低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落实亲民党主张这两个方向。那希望。谢谢李委员。下一位，我们请柯委员建民发言。主席，各位委员同仁，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要很沉重的告诉我们在座所有立法委员，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开会。这是台湾民主重要时刻，也是宪政时刻。劳基法已经放言了4个多月，中间所有过程，我想每一个人都非常刻骨铭心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对我个人来讲是小，但是整个劳基法修整过程中，我们看到陈英委员。在开公听会，在立法院的议事场里面，被外面的团体推打殴打，我的办公室被围，然后我们也看到，对于有关婚姻平权问题，我提出说修法是撞法是个选项，马上要罢免。各位，然后今天下午、中午的时候。所以外面团体看到我追打，我个人认为，不管你是用拳打脚踢，或是说丢保特瓶，那都无所谓。但是有一个人是用我勒着我的脖子，要置我于死地，甚至刚才脸书还发说要用车子撞死我。各位，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台湾民主的挽歌已经响起了，台湾民主已经走到绝路了，公益团体已经走上绝路了，这个是我们要的台湾民主吗？立法院不能修法，立法院说要处理的时候必须暴力相向，我很遗憾，刚才时代力量乃至于国民党说外面的团体在抗争，我们今天不要开。立法院关门算了，熄灯打烊，大家各自回家去了。告老还乡，我们还需要这个立法院吗？所以在这边讲，我们今天能够再继续进行，这是台湾民主非常关键的时刻，这是我们民主还能够走得下去。假如说外面有人抗议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要进行。刚才为了这个事情争辩，是想每一个法案。都如此来处理，我们立法院还需要吗？所以我在这些地方要告诉各位，我们共同来思考一个问题：台湾民主是不是走上绝路了？难道这样的暴力相向，这是所谓进步的价值，是所谓时代的价值，这是所谓台湾的民主吗？希望各位大家好好想想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柯委员。严委员欢迎声明，对上午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，列入公报记录。下一位，我们请吴委员秉睿发言。主席，各位同仁，民主进步党党团对于这一次劳动基准法的修正，我们是抱着非常大的信心跟热忱，因为我们目的是要落实周休二日，要全国放假一致，要增加劳工的特休。这跟过去现在在实施的法律来比起来，这个修法
绝对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要落实周休二日的这个目的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的工时成为40小时，而且明定一天是8个小时。这样子的话，如果能够真正的落实的时候，就确实一个礼拜的工时40小时。但是当这个企业的经营需要弹性的时候，有的劳工需要弹性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让他有这个休假日可以来啊加班的这样的约定。可是这个加班费啊，跟过去比起来实在是增加不少。从每个过去的版本啊，前面2个小时的 1.33 变成现在修正的版本的 2.33， 后面的这个2小时之后的从 1.66 变成 2.66， 而且会怕雇主在休息日没有正当理由随便叫你来加班，割切断你零碎的工时，所以我们规定只要出来最少就计算4小时，超过4小时就8小时计算。这个也是要让雇主付出比较多的成本，他必须要考虑是否需要这样子请劳工在休息日来加班，以价质量，让劳工真正可以得到休息。但是万一真的为了弹性的需要，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工资的补偿，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弹性的自我。那至于落实我们要让全国的放假一致，这个我想很多的媒体也都在讲为什么放假日不一致，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困难等等问题，这个我们想当年这个媒体上都已经有充分的报道。那以前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，其实他本来的版本也是落实了周休二日之后，他也是一样要取消这7天假。那现在在场的很多国民党委员，在过去的时候，他其实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，他是支持这样的看法。那现在再回在野党之后，就反对了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今非昔比，可以有不同意见，这是相对的。但是大家要想想看，怎么样才是对台湾最好？我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进步，但是如果这一步跨得太大步的时候，也怕担心引起后遗症，所以这是大家相忍为国之下不得已的考量。最后我们最后也提出了很负责任的增加劳工特休的这个样子的版本，今天大家在媒体上也有看到，其实这里面没有很高深的理论啊。这样说特休假到底要几天才是适当，这是考量的问题，这是思考的问题，不是理论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谢谢吴委员。下一位，我们请吴委员预勤发言。那我们广泛讨论，在吴委员3分钟的发言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停止广泛讨论的登记。所以，请各位委员好好利用这3分钟，可以来登记广泛讨论的发言。吴委员，请。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同仁哈，为了落实周休二日，还有增加特休假，全国放假一致，是民主进步党我们推动这次劳基法修法所抱持的3大主张。具体而言，其实这次修法里面有包括周休的制度、工时还有薪资的制度，以及特别休假制度，以及国定假日的制度，还有相关的法则，整体的一个规划是近年来这个劳基法非常重要的一次修正，影响的是700万的劳动者的权益啊。那在这次修法里面，民进党所主张的，为了避免制度的僵化，所以我们对于周休二日的部分，在如果在休息日需要出勤，我们以4小时为一个计算单位，而且加薪是前2个小时是1+1.34，第三个小时之后是1+1.67，也就增加了这个加薪的这个时薪的一个加班费的门槛，也希望避免雇主任意于休息日来要求劳工加班。那另外一个是为了达到全国休假一致，本党也主张是在国定假日统一由内政部这边来做规范。在实践上面，本席也在包括我们本院大概有8个版本已经送到我们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，在谈的就是纪念日及节日法，应该要有一个
这样的一个法律规范，而不是用内政部的行政规范来作为一个规定啊。我们希望全国的假日一致，避免国定假日放假不一致，造成民众端的一个混乱，生活的混乱哦。所以最后，本党也特别提出了劳基法第38条的修正案，具体的增加我们劳动者的特别休假日期，来特别是保障五年以下的这个年资者，因为这群人大概占了快一半，44%左右的劳动者的权益啊、哦。那我们新增的一个优于劳公务人员的部分，就是在到职的6个月未满一年啊、哦，加3天啊、哦、的特别休假啊、满一年是7天，第二年是给10天，那这10天也优于公务人员的这个7天，第3年是14天，第5年呢也加了1天哈，是有15天哈，这些就看得出来，整个民进党是希望能够针对我们之前的劳工，能够给大家更好的一个保障，因为现在的工作的转换率实在蛮高的，我们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，让特休假看得到也吃得到，所以在跟政党的协商上面也加入了4项的规定，希望能够让这个特休假看得到也吃得到。我想整个劳动条件的改革我们是一起在努力，改革是需要渐进来做的，虽然我们很难一步到位，但是我们希望这次劳基法的一个修法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谢谢吴委员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定于发言。那么在王委员定于发言，我们停止广泛讨论的登记，但请各位委员，我们开始受理11个条文的修正的发言登记。所以现在开始，每一个委员你都可以来议事处登记每一条条文修正，还是你对本条文的你的意见的登记发言。现在请王委员。谢谢院长。这一次劳基法的修法内容确实不够进步，内容确实不够满意，我们都希望假越多越好，我们都希望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价值，我们希望让劳工的权益得到完全的伸张。但可惜的是，在台湾的社会，我们还有380万间中小企业，在台湾的社会，多数的劳工跟中小企业主都一样，手揽着机油，两只手黑黑的，一起在工作场域工作。因为这样的限制，我们必须多思考。当劳基法争辩多时，当劳工的假日一再被讨论，当台湾的劳工多数的薪资无法成长的时候，民主进步党跟很多的同事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那边讨论。我们希望让劳基法往前走。也许希望走100步的人看到70步会觉得不满意，也许你走了100步回头看看会认为70步的人不够进步。但是各位同事，我们必须向整个国家负责。当我们看到周休2日，每周工时40小时，我们希望把它落实，而其中的一天在劳工的同意，在加班费从原本的 1.33 到 1.66 增加到 2.33 倍到 2.66 倍的时候，我们希望透过可以休一天，另外一天由劳资双方同意，让员工增加薪水，让小型企业有劳动力可以调配的弹性。这不是为了某一个党，这是这个国家的需要。我们也看到为了全国休假一致，我们确实很难过，有一些纪念日没办法再休假，不管你认不认同蒋公，不管你喜不喜欢孔丘，有些假日不能再休。但是我们希望透过特休假的配套，以往根据统计，台湾多数的劳工将近50%年资低于5年，所以我们这次修法特别把年资低于5年的特休假，从第一年3天一直累计到第5年可以休到15天。确实我们不够进步，但是我们尽力让劳工的权益往前走。各位同事，在外面抗争的，不管你是多数还是少数的劳工朋友，你可以不同意，但是你不可以去侮辱
不同意见的人，因为大家一起在这里思考怎么让国家更好。你可以不同意，但你不可以说对方是走狗。你可以不同意，但是你没有资格侮辱、殴打任何人。在国会的殿堂，每一位立委，不管蓝绿黄，他所代表的背后都是十几万人的寄托。我们必须向900万的劳工、380万间中小企业负责任。让我们今天好好的把劳基法修好，让周休二日落实，让特休假落实，让能够第一年年。谢谢王委员。下一位，我们请李委员燕秀发言。好，那李委员燕秀委员，李委员先跟王委员玉敏对调，现在请王委员玉敏发言。主席、各位委员、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想刚刚听了很多位民进党委员讲说他们的版本有多好，加多好。我只要问一个问题：如果民进党的版本这么好，为什么劳工团体的抗议是如此的激烈？你们认为的好，真的是从劳工的角度，从劳工的立场，为他们设身处地着想的好吗？请大家自己扪心自问。大家说选前蔡英文总统可以跟劳团坐下来，而且影片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，蔡英文总统自己出来补充解释说，我要给你们实质的周休二日。这句话劳工听进去了，也相信了，也把票投给了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。但是选前说要实质的周休二日，选后变成一例一休，而且还要说这一例一休就是周休二日，硬凹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难怪秋斗的时候公斗团体要送给蔡英文政府诈骗集团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真的是刚刚好而已。我想今天外面劳工团体的抗争，为什么抗争这么激烈？砍掉他7天的国定假日，从民进党提出来的特休版本是补也补不回来的。国民党已经算给民进党听了，你们说你们的配套就是用特休假的版本来补，请问有补回来吗？没有，所有的天数就是补不回来。如果是这么公平的法案，劳团为什么要抗争？请你们解释，如果你们的特休方案这么好，为什么劳团还要持续的抗争？请你们出来好好的解释。另外一个部分，对于打工的年轻朋友来讲，砍掉7天的国定假日，损失是1年的7000块。无论在委员会的讨论或在协商的讨论，我们都直指这个问题，但是劳动部提不出任何的配套措施，对年轻人没有任何实质的补偿，还好意思在这边说这是最好的法案。另外一点，刚刚很多委员提到全国休假一制，很好啊，全国休假一制，请大家看看，现在台积电已经对外宣称了，他们不砍7天国定假日，而且还可以周休二日。刚刚大家讲得非常好，台湾要进步，就好。好好好，好好，这个等一下哦，好好，这个各位委员，各位委员，
各位委员请注意啊、哦，我们尊重花园委员的权利，我们尊重花园委员的权利啊、哦。好，我们请院会所有的委员尊重花园委员的权利。好，下一位，我们请。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就请他再登记，我们再给他发言。好，我们再。下一位，我们请洪委员慈庸花园。好啦，阮大哥，我登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登记啦，再登记，再登记，再登记，我们再登记。好。好，好啦，对的，廖委员，好，我们这样子的啊、哦，好，非常好，好，可以，我们建立一个制度了啊、哦，我们都尊重花园委员花园的权利，好，我们非常好，从现在开始来尊重花园委员的权利，非常好，我们补给王委员一分钟，现在开始计时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请。抗议啊！抗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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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委员，我们补给王委员一分钟，我们补给王委员一分钟，王委员。不是的，这个跟休息啊，不是的，这个现在大家都没有争议嘛，要怎么休息？现在民进党的委员大家也都没有讲话，也都坐在位置上嘛。你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有庄委员，庄委员，请您回座。庄委员，请您回座。讲话的时候我们啊、哦，请王委员玉敏，我们补给你一分钟。大家尊重王委员的发言权，好、哦，尊重好不好？哈、哦，好，后来，没有重讲一次这种事情呢、啊。你们在讲话，我们有吵吗？你的面子都要，民进党。我们在讲话，你们吵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什么立法院？黄委员赵顺，您刚才提的意见，我们都接受。好，已经给好，我们已经给王委员时间了啊、哦。啊，我们已经给他时间了啊、哦。啊，请花园，请黄委员花园啊。拒绝发言。有什么好讲的？我们在讲话，你们吵成那个样子，有什么好讲的？严正的抗议！这个王委员，我们已经民进党党团。已经接受。我来担心。
这个我们给王委员玉敏在三分钟的发言，不要说一分钟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好了，哈、哦，好。多数暴力了，有本领就出来了，怎样？谁怕谁啊？多数暴力，啊，越来啊，越来啊，乱搞。都莫是你的，苏大。很好笑。他什么？他很敢。很好笑，苏大一大堆，很好笑。不是啊，欺人太甚了，哪有这种事？只有你们要做人。我们现在表达抗议了，没有用。可以花园的啊，可以了啊，可以花园的了啊。我们现在所有院会都没有意见，就是给王委员在三分钟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刚才黄委你提出的吗？这不是你提出的吗？啊，现在你接不接受？啊，刚才你提议，你现在又不接受。啊，这个是吧、啊？这个互相之间呢、啊，啊、哦，互相之间，同事之间，啊、哦，好，好，那现在王委员发言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不要有任何啊、哦、影响到发言委员的权益啊。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多数暴力，小英蛮干，小英蛮干，多数暴力，多数暴力，执政傲慢，执政傲慢，多数暴力，多数暴力，执政傲慢，执政傲慢，多数暴力，多数暴力，执政傲慢，执政傲慢。不要开了，免开啊。要滚啊！别多动啊！欺人太甚！你们不让我们讲，我们就不让你开。OK。不是、啊，不应该啊！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态度太欺人太甚了，没有人这样子。不要太过分了，我跟你讲，太过分了。太乱！你无品论就在乱。你带头乱！你最糟糕的了，最没水准的。你们带头乱！要乱就乱嘛，谁怕谁？乱搞！多数暴力，你还不让我们讲？有这种道理？你这是你，阿叻是咧？开了，开了无法度啊！你这伤过分啦！哎，黄委员啊，你直接咧讲话安尼咧？讲完让你们表决，结果你们连我们在讲话，你们都要干扰，让我们讲话都不行。你就是你阿爸惯习啦，你阿爸惯习啦。我们什么时候二？哎，没有人像你们这么二把啦！休息啦，休息啦，哎，休息。好，这个啊、请各位委员，大家能够平心静气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刚才王委员在讲话，啊，我们不要影响他的权益。那现在我们补给王委员玉敏三分钟，让他能够充分的来表达啊、哦。
啊，不然十分钟好了。啊啊，不然要怎麼你说啊，嘛这袂当讲啊伊。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啊，那请啊四个党团，我们再来协商一下哦。好，来再协商一下。嗯。好，休息十分钟啊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
报告院会，现在继续开会。那么，因为我们现场的气氛不是很好，我们现在就宣布休息。12月6号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。好。